嘿，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酸。最近有尝试换个相机的镜头，然后以及麦克风的音质都有提升。那去一次的录影有尝试把这个录影画面放在左边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看一下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说不上来，觉得有些画面应该还是放在主视觉的正中央，这样子应该会好一些吧。所以我又把它拉回来了，原本中间的位置。那或许我还是再换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就一直换，一直换，换到我喜欢，或者是换到我觉得很累的，不想换位置，甚至我可能会再把之前这个版型拿回来用也不一定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再来试一下吧。然后我这边架了一个手势画面的镜头，那希望是看起来会比较可以更融入在我这个贴近的生活之中。来吧，然后我今天要来玩这套。天狗的卡组，其实我天狗玩的非常少，非常非常的少。过去一年来说，天狗玩应该不到5次吧。那一来是包括自己也，对这种重型推进没有特别的喜好之外呢，再来就是这张卡我玩的也，比较没有感觉，就说没有感觉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套试看看，因为，皇室战争亚洲区职业联赛来到了第四周，天狗这样的组合登场率非常高。在截至上周六之前，就是随便算了一下，上周第四周就是用了七，职业选手用了7场，大概就赢了6场，就是用天狗的组合。所以不论是它是狗球或是狗框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练一下吧。所以我们就用它来试看看吧。好吧，目前拿到9胜，我们就继续往下打。这种大型的生物还蛮吃这个出牌时机的，因为毕竟是七点嘛，然后它甚至又不是地面单位，所以抓一个，好抓到，小闪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毒矿，好。我们这边换一个，还可以哦，开心。抓抓抓！这波打进去应该会蛮强的，小闪准备一下。好的，几个目标下去。小闪，抓一个，好，这波小亏小亏，伤害也没有打出来。想一下哦，矿工、黑王，然后小亡灵，毒药，应该看起来还是一个毒药。哦，大比塔，大比矿。好，那这波推进是用地狱龙后排输出把大比塔抓掉。这帮地狱龙不晓得有没有过那么快。哦，灭掉了，糟糕！啊，这个张爷爷。太小心！补球，可以哦，我的五段还没死，没事。好，互换的结果还留着我们这波重甲王的沉底。好，猛烈拳。这波可能是有点推进去的机会吗？
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们刚刚这个中的涂掉还是照着的，不晓得压力下一波。然后再一次，这是火球准备了，我要直接砸电板。好闪！好，吹到了，但是绿龙会比较强一点。矿工，好，再请示929。刚用六分解，试费好像偏多。好，合理，我试看看。好，一个地狱龙可以出来了，电塔死去就是我们比较安全的时刻。摇闪。摇闪。好，再拨498，很近了。压力做足，然后矿工拉着。好，对方要用掉，我们这边可以补小闪，这波应该打进去了。好，火攻，可以带走。好，还是算是希望可以打得稳一点，所以双方这样消耗来说，好像看似很。看似很接近，但是其实是希望把它打得很稳。好，下一场。声音表真的太大声。来，先拉个墓碑吧，看看。火球。黑桶哦，Yay. Bullseye.公主会牵制着，那我们就其实我一定要走左路才对。顶的，把公主戳死。好，公主死去了，还不错了。然后小亡灵，火球，还可以这样子解，没有很亏，就是算是已经解得很精，算是很刚刚好了。飞桶，那是它的主核心，好像除了飞桶，应该不止刺客桶而已吗？我要再看一下。王子，好，这里先挤吧。好，这波电塔出来，我们就请一个。可以。
然后这个手位要抓一下飞桶了，有抓到，没事。好，然后这一波来得及吗？这个被我们拉到啊，好，有点不理想。好，再打一波吧。球，快点！这边慢一点好了，完了，这波好像没得解，和地面单位，完了，没顶到公主，好烦哦！哎，碰，这波没处理好了，算了，这波我们就只好放掉。这刚被我们顶到，然后小闪没有断在该定的地方，不行了。太多，我也失误太多，但就赢了算了。好，下一场。天狗对上旋风还是比较相对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这个旋风抽起来再搭一个电法，这个小火狗爆开都会全部死光。好，过一个牌。这是我。这怎么办呢？好，走吧，先过一下。好闪，可以打一点伤害。墓碑，石头，先对土路。然后地狱龙把他石头吃掉，然后还电板，进攻机会，看一下对方怎么处理啊！一样怼同路，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可能他手上也没拍戏吧，我在想。不然怎么会直接放掉，直接选择宝彩七呢？好，我们来抽个宝箱，七张骷髅，45张哥林淘宝手，4张哥林小屋，巨石投手，没什么在用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那这个天狗的牌组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试看看吧。毕竟看选手玩那么溜的情况下，就想说，我来试看看这个牌组构成打起来怎么样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打开通知小铃铛。我是阿爽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